Yeah.
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致敬，前飞回转动作，就是直升机在前行的过程当中，实际上进行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这样一个旋转。嗯，它保持前方运动方向轨迹不变的情况。是单机做这样一个机动。大家其实很多网友也在问我，说这个直视和直视九有什么样的区别？因为这两款武装直升机同时出现，飞机的这个机动性敏捷性，可以跟我们的国外的武装直升机相媲美，就是应该说达到了一个世界一流的水准，可以这么讲。嗯。 现在看完，这是做完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性的这样一个展示了。现在是八字盘旋啊，在由于动力更强，所以看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非常敏捷。嗯，因为为了给观众展现良好的效果，它在较小的转弯半径进行大坡度盘旋，要求我们的这个。